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，共同上路加福音。主眼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众徒们对主说：“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。”主说：“如果你们的信德像芥菜籽那样大，即使你们对这棵圣树说，连根拔起来，一直倒开了去吧，它也会服从你们的。你们那一家的妇人，刚前或是放羊回来，你就对他说：‘你快过来坐下吃饭吧。’而不对他说：‘你给我准备晚饭，树上要来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吃喝呢。’夫人做了所吩咐的事，主人还要向他道谢吗？你们也是这样，做完了吩咐你们的事，仍然要说：‘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分内的事。’以上是天主的圣训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的兄弟姐妹们，下午好。今天的福音讲的是信仰，这告诉你们，我们信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。如果我们对一件事说做不到，他就不会做到。如果我们对一件事说必须完成，就很有可能会完成。我们必须永远记住，我们不是独自完成任何任务，而是有上主和他所有的力量在我们身边。然而，即使是对耶稣和上主最坚定的信仰，也往往会进进出出，连一间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、清晰的，第二天就变得模糊不清，就像太阳一样。我们的信仰有时会躲在隐藏层过面，消失一段时间。我们都在生活中经历过这种情况。黑暗的时代通常是有一下三线是这一以及的人性，我们这几乎上主第一的，这可能是由我们的人性造成的，它有高和低。我按句话说，我们的信仰只是反映了人类日常生活中自然的情绪不同。一位作家曾经说过，有一天生活是美好的，我们感谢一切和
每个人然而在另一天似乎没有什么是对的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他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曾经认为生活是很容易。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，它受尽是不同的影响，这些仅是不同，这是与人类的人性有关。第二，信仰黑暗的这时期可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我们会通过或是我们的信仰来激发他们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信仰因犯罪或缺乏属灵的滋养而变得虚弱，正如我们的身体因虐待或缺乏身体因养而变得虚弱，我们的灵魂也因犯罪和缺乏精神因养而变得虚弱。第三，这些黑暗时期可能是上主造成的，也就是说，上主允许他们被发生是为了加强和加深我们的信仰。当上主要求亚伯兰以他的儿子以撒克为献祭时，他陷入了黑暗。不管这些黑暗失去的原因是什么，他们能产生的痛苦是值得的，也是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关键。有时我们的信仰似乎在一片乌云后面消失了一段时间，这造成了一段信仰黑暗的时期。有时这种黑暗只是我们人性的反应，它会受到情绪不同的影响，有时它是由于我们的信仰疏忽造成的，要么是因为犯罪，要么是缺乏主灵的滋养，有时它是由上主造成的，因为上主只用它来加强的和加深我们的信仰。因此我们对这些黑暗时期的反应应该是接受他们，并以上主似乎向我们指示的任何方式使用他们。愿我们只从照顾好我们的信仰，避免不必要的伤害，并通过不断的指导和精神锻炼来培养他。阿们。